現在的待決議題是《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》予以三讀並通過。廖長江議員要求點名表決，點票鐘響5分鐘。開始表決，請核對所作的表決。如果沒有問題，現在停止表決，顯示結果。出席的43位，有40位贊成，2位反對。議題是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。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。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